给我们照一张比较漂亮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秀姑兰溪泛舟的终点站，也叫做长虹桥，在我的左手边这边。好，啊，这边的风景特别的优美，希望各位有时间过来这边一游。这不是玉石，那是帝王石。这边上面有。太好了吧？是，太好了吧？再等三秒钟。你给他配音，给他一定会好。要不要？